好，主裁判马哈德梅赫吹响了双方上半场开始的哨音，左路空了，直接打门，不太合理。打回头，保利尼奥左脚别打。阿兰倒钩，左路李学鹏，哦，一个加速，不，直接打门了。过莱昂德罗这下非常的精彩，是、啊、很漂亮。来，李学鹏这个过人确实很精彩，但紧接下来的左脚的处理，搞不清楚。突然来了一脚远射，把对方球员呀、啊、闷了一个跟斗。裁判看看，没有吹哨，这边也躺了一个鹿岛鹿角的球员。十四号刚才啊，其实阿兰已经把球踢出了边线，我觉得鹿岛鹿角的球员没有必要喋喋不休。对呀、啊，林森建之啊，也是新赛季引进的一个球员。当时福冈啊，哎呦，哎呦，这脚腕子。崴了一下，好像对，好像他没有绑脚似的。嗯，阿兰的跑位，一交叉，保利尼奥送大门，哇，单刀啊！门将全平泰出击很快啊，封住了角度，但这次保利尼奥跟阿兰之间的配合确实精妙。这次的攻势。有力，保利尼奥带球，然后阿兰斜插，后卫晃了一下，阿兰膝盖带了一步，然后打门，全平泰的出击非常快，这球呢就是打在膝盖，右脚开出，球速很快，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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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次的中路包抄是后台插上，缺乏盯防，再来看一下二十号，没有人盯防。头球入门就是稍微偏了一点，这应该是刘健靠过来的时候已经骂了。你看刘健回身就说谁的？貌似呢要打战术，还是怎么打？高拉特，高拉特外侧，然后甩头入门，就稍微高了一点啊。相比较来讲，我们的角球危险性啊要更大一些。给顶回来了，甩头啊！看阿兰这个位置，打门！啊、这球！今天保利尼奥两脚射门偏的都比较多。这是高拉特啊，高拉特的两脚射门都偏的比较多呀。保利尼奥推出来找一个后点，有三点。这球没进！广州看了已经，不是巴西看。这球抛给李学鹏，向了一下，左脚兜起来，落点非常好。不行，这个球实际上已经是，应该是手拿把掐啊，没人防守。哎呦，转身了，好的，增城。这个球啊，这一转身确实是技术相当娴熟。超超前插的于汉超，前插的于汉超啊！斯格拉里会认为好像幸运女神的没有站在自己这边。于汉超这次前插非常棒，对，看看这次的右路角球还是于汉超来发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有了，七十五分钟，前五六。前点日本人失控了，保利尼奥如果能进球的话，对于广州恒大来讲就是进攻当中的最有力的那个点。通过对位球啊，这球呢于汉超虽然发的是前点，但是呢球速很快，是，而且前点我们是碰到了中路的跟进，保利尼奥的庆功动作是组合拳啊。再来看一下，刘健参与了一下，三个人没堵住前点，后点也是望球心态。保利尼奥带球，这饼捡得漂亮，后个正着，哎，1-0，对于
也可能他认为应该稳住，要直接打。哎呦，偏打偏。好了，他要过第二打门。哎呦，保利尼奥又冲到最前面了，赶紧回来，郑智，别急，比赛结束了。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，亚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在主场，恒大凭借着保利尼奥的助球，1-0小胜鹿岛鹿角队。